操的时间到咯，快把手手叉腰，一起跳这一首体操变奏曲。请你跟我动动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个烂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变奏，天天都这样做，一三五七九十一， A B C D E F G， 倒数五四三二一，动一动真 happy。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go， 请你跟我动动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个烂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变奏，天天都这样做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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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有猜猜王，快来拿宝藏！耶、yeah! ！一起玩猜谜，玩宝藏！新的猜谜题目要来咯，哇，是最新的耶！真的耶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信心啊？有！哇，有信心真好。那我们海盗也要一天天进步才可以呀。没错，不是难题我不出，不是好题目就不用答。那就马上请船长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。哦，很多人，意思是说今天要请小朋友猜一种可以坐很多人的交通工具啊。这种交通工具非常方便哦，不管你是要去上学、上班或是去旅游，他都会带你去。哎，交通工具我认识很多哦，像是哎，我觉得小朋友一定知道，你们有想到哪些交通工具啊？公车，还有呢？巴士、火车、火车、捷运，哇，高铁，好多哦！哇，说了好多，好棒。不过提醒你们哦，它不是在海上的，也不是在天上，不用等红绿灯，就算路上车子很多，也不怕会塞车哦。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，小朋友赶快动动脑筋想一想哦。猜不到，你们猜不到，哈哈哈！你们猜不到，你们猜不到。
小朋友想到了好多答案，不过哪一个才是对的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不过我们来听听第二个提示，再决定好喽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山洞啊，这个交通工具，它偶尔会过山洞哦。哇，很酷哎！哎，怎么大家好像都知道？不过啊，仔细听我说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厉害，因为呢，它可以从山的中间直直穿过去。以前的这种交通工具还会发出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哎。我知道，就是嘟嘟，请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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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好了，小朋友都有答案了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有答案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小朋友一起大声地说，答案是什么？火车。我们的答案就是火车。是火车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坐很多人会穿过山洞，还会发出嘟嘟轻响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。他们答对了。耶，我们答对了！帮自己拍拍手。嘟嘟，轻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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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物是他们的了，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船长，今天的黑烟也太多了吧。好像以前的火车在冒烟了。还好现在的火车不会冒黑烟。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嘟嘟，请唱，请唱，请唱，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加油，答案就快要出来咯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可爱的海豚。真美丽，突然出现微笑的眼睛，白白云都飞呀飞，悄悄靠近这上面毛糖的梦境。微风飘落小花朵，悄悄地说幸福就要来临，只要和你一起，和我一起，不会分离。还有我最爱吃的凤梨也是 yellow 黄色的。
今天就再一起来学学，还有哪些单字跟 yellow 一样是 Y 开头的吧。Y, yogurt, yogurt, 优格。Yellow, yellow, 黄色。Young, young, 年轻。Yawn, yawn, 打呵欠。Yesterday, yesterday, 昨天。Yacht, yacht, 游艇。哇，今天学了好多有趣的单字哦。那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都学起来了呢？爸布 AB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知道什么是营养密度最高的水果吗？奇异果是水果中营养密度最高的模范生，营养最多的水果就是它啦。天天吃奇异果，就有许多营养精灵保护我们的身体哦。丰富的维他命 C 能够赶走侵入身体里的坏蛋细菌，让你头好壮壮，身体健康哦。奇异果好吃又营养，多吃奇异果才能 body happy 哦。